上一话我们说到，破坏世界的残酷龙出现了，残酷龙被奇遇秒了，铁心假面打算让奇遇出道。我是以一拳超人原作版本的内容，我们继续说。铁心假面找到了奇遇，能帮我一个忙吗？秃头披风侠，你很强大，明天中午如果有空的话，一起喝杯茶怎么样？我铁心假面有事找你商量。杰诺斯一口拒绝，但是隔天奇遇还是接受了邀请。铁心假面表示，昨晚我还真以为被回绝了呢，不管怎样感谢你的赴约。奇遇的心里想着，我还以为昨天你不是在跟我说话呢，反正被邀请吃午饭也非常的难得，我闲着也是闲着，这里的咖啡厅我常来，店里总是很空，非常的安静，是内行人才知道的一家店。此时服务员过来询问要点什么饮料，奇遇表示要可乐，甜心假面表示我要一杯柠檬水，给他来一杯汽水。那么不要浪费时间了，在饮料来之前我们就进入正题吧。秃头披风侠，你知道当今世界正要进入变革时期吗？在古代，地球上存在着许多的国家，他们相互争夺地球上的土地资源，引起了多次的世界大战，一连串的纷争导致人口的减少。为了优先保留后代，人类统一了语言，并且创立了综合性的政府，这是第一次的变革期。然而世界大战的影响侵蚀着地球，自然环境遭到毒化，恶劣的气候使得海平面上升，有害的物种大量的繁殖，导致人类不得不放弃其他的土地。在这超大陆的终点，整背后全体移居过来，经过第二次的变革时期，现在唯一的国家才得以再次的成长。到此为止都应该在小学都学过吧。我出于某些原因调查过生物学，人类也被称为恒环境生物，意思就是为了自身种族利益，就连环境也能控制的特殊生物，真是厉害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人类身体的强度明明非常的弱，长久以来却能生存的原因。这个时候饮料已经到了，但是现在的我们正在面临即使调整环境也无法解决的第三次变革，你觉得是什么呢？那就是拥有高度智慧的怪人出现，在几年前还算稀有的事情，现在呢，避难警报响个不停，听得耳朵都快长茧了，就如同感冒要吃药一样。怪人出现，我们应该做什么呢？人类必须具备抵抗力，那个抵抗力正是英雄，必须增加有才华的英雄才行，具备超凡的魅力，足以激扬他们的内心并统帅众人的英雄是必不可少的。真正英雄的诞生会在这混乱的世界引起新的变革。秃头披风侠，你要成为真正的英雄，我决定让你出道成为超级英雄，相信我，跟着我来吧。甜心假面依旧帅得闪闪发光，打铁要趁热，首先我们从相互了解开始。我说下之后的预定，接下来我们打的去吃午饭，我已经预定好了，我们一边吃午饭一边聊。我想废除 S 级英雄的制度，我先让经纪人联系研究生发的权威人士，还有对怪人的策略，还有 B 级以下的战斗装备。其余一脸蒙圈在想着，这个家伙为什么要擅自给别人点饮料，我明明要的是可乐，真是好在意，他的话我一点都听不进去。奇遇、甜心假面来到了一家日料店吃午饭，看起来非常好吃的样子，你为什么要这么款待我呢？这不是款待，这是强化集训，我不是一直在说明吗？我是取消了两天的行程来陪你。你是要陪我训练的意思吗？不是，你的实力毋庸置疑，但是你的价值观跟人性的部分还不够明确，所以为了增长你的英雄气概，我会把我所能教给你的东西全部都教给你，这是学习。为了让你顺利出道，英雄协会给了充足的预算，通过这次的明星潜质强化集训，将我的思想经验全部都交给你。看来甜心假面的消费都由英雄协会买单。英雄必须时时刻刻要有强大的魅力，必须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，虽然不可能回应所有人的求救，但是正如人们受到电影鼓舞一样，我认为要塑造一个其本身就能成为人们内心的英雄，这是可能的，这个就是我理想的英雄。其余这个时候已经睡着了，给我起来，秃头披风侠。甜心假面整整讲了20分钟，怎么说呢，你不想成为受欢迎的人吗？你的设计非常的粗糙，我专属的助手团队会给你做最高水准的美化处理，明天也要彻底的磨练。什么？明天也要吗？我可没听说啊，我已经说了无数次，而且我知道你想要逃跑，逃跑的话要付违约金哦，为了美容健康记得要早睡早起。看来奇遇莫名其妙的把自己卖了。第二天，甜心假面带着搭配师、美容师、演说家、角色师都来了。在帅气的方面，你最终的目标是我，要能达到被称为帅哥假面的程度。奇遇很是疑惑，我不觉得你哪里帅，而且我也不认识你。什么？你真的不认识我？电影电视剧很多的主演都是我，我的房间只有免费播报灾害的频道。真厉害，真亏你不知道世间的消息，依旧做着英雄，你不辛苦吗？我当英雄就是兴趣。兴趣？这难道是真正的精神吗？
甜心假面支开了那些设计师，我呢想要废除 S 级的英雄制度，他们都太自我为中心了，我们需要的是彻底满足民众期待要求的英雄，爆破也不够完美，希望必须是可视化的，才能成为人类前进的动力，就像太阳照亮世界那样，我渴望的理想的英雄是可见的真实存在的希望。你理想中的英雄你自己当不就行了吗？你本来就是个万人迷。甜心假面的神情低落，我不行啊。甜心假面执意让奇遇当他理想中的英雄是为了什么？为什么甜心假面说自己没有办法成为那个理想中的英雄呢？我是羽翼，一拳超人原作版本的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